永达汽车 3669， 市值194亿元，上周二晚发盈起后，上周三最高 10.5 元，昨周一收 9.86 元，较盈起前反跌7仙。永达52周高低 17.14 元、8.72 元。在大型起的背景下，现价较高位低达 43%， 大超值。一、永达上周盈起指2021年12月年结盈利增幅不少于 50%， 1月11日于 8.81 元贱买永达，预测去年盈利 24.6 亿元人币，增 51%， 准确度高。永达在国内经销豪华品牌汽车，包括宝马、奔驰、保时捷、奥迪、富豪、通用等，去年盈利竞争来自新车销量增加兼毛利率上升、售后服务收入急增、二手车业务快速发展等。二、以盈起数据计算，永达2021年 P 紧6两倍，较过去六年平均折让 35%。 以市值计，永达事业内亚三中升 881， 市值1505亿元，是亚一。美东 1268， 市值463亿元，是亚二。中升去年预测 P 15.5 倍，美东更高达32倍。永达去年盈利增速不逊中升，料多赚 34%。 美东估计增 48%。 没道理 P 与他们有如此距离。三、永达去年与长城、 Tesla、 小鹏、蔚来、理想、 Smart、 上汽自己、领跑等新能源车企保持积极沟通，跟进合作计划。2022年经销新能源车数量势必大增，永达盈利继续强劲，例如再增 15%， P 降至5字头的 5.4 倍。四、永达2021年预测 PB 1.17 倍，较过去六年平均折让 18%。 中升预测 PB 为 3.6 倍，美东更达 9.6 倍。永达 PB 较美东折让 88%，大到冇谱。五、永达过去四个月间歇性回购，最高回购价 11.1 元，去年9月在上周二发盈起当日，亦曾回购50万股，最高价 9.5 元。公司主席去年9月增持价 11.91 元，永达现价 9.86 元，目标重温 ,14 元，潜在升幅 42%。见14元，去年 P 仍然只等于美东 P 的30%以下。中信证券与建行上周在永达盈起后分别睇 20.8 元及20元。瑞信睇19元。同长嘉影2020年12月年结。中国玻璃 3300， 市值 32.6 亿元，蚀 0.85 亿元人币。在此之前 2017 至2019年，每年所赚亦不过 0.75 到 0.95 亿元人币。中国玻璃2021年大翻身，迎起冇走鸡。公司受惠于无色玻璃、有色玻璃、节能及新能源玻璃等价量齐升，上半年大赚 2.73 亿元人币。首三季合计营收按年大增 74%。季度报告亦指玻璃业维持景气。2021年全年预测赚 6.7 亿元人币， P 低至4倍，只及6年平均 14.8 倍的 27%。 中国玻璃去年8月高价 4.39 元，现价低60%，高价沽货者又有因低价回补，去年11月16日于 2.13 元贱买，现价 1.78 元，较贱买前调整 16%，趁低吸纳，目标重温 2.7 元，潜在升幅 52%。 百分好大行推介最近一份三个月前发出，海通国际睇 4.53 元。